朱妮，托尼，来，朱妮，我问几个问题，看你知不知道，蜘蛛是昆虫，是对还是错呢？错，蜘蛛有八条腿，所以不是昆虫。哦，答对了。那么下一个问题，鲸鱼是鱼类，是对还是错呢？鲸鱼，哈，鲸鱼不产卵，宝宝是从肚子里生出来的，所以不是鱼类。哦，这次也答对了。那么最后一道问题，五齿翼龙是恐龙，是对还是错呢？哼哼，这个太简单了，当然是恐龙啦。错，五齿翼龙不是恐龙。啊，怎么会呢？那它是什么呀？嗯，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五齿翼龙的故事吧。去皮去皮去皮去，恐龙转盘转一转。我不是恐龙，会飞的爬行动物是爬行动物。我不是恐龙，没有脚，没有脚，没有牙，没有牙，只有一双大翅膀。它活在恐龙世界，但不是恐龙。我是爬行动物。五齿翼龙是没有牙但有翅膀的意思。虽然也有有牙齿的翼龙，但五齿翼龙因为没有牙齿，所以会用像钳子一样长长的嘴来捕猎。五齿翼龙的头上还长有长冠，能帮助它在天上飞的时候保持平衡。它们一般在海边成群结队的生活呢。薄片龙呢？它的脖子特别长，占到了身体的一半以上呢。虽然它没有胳膊和腿，但它有像桨一样的四条鳍，能在海里自由地游泳呢。五齿翼龙和薄片龙虽然都是爬行动物，但看来它们是见不了面了。啾比啾比啾比啾，订阅和点赞。